今天焦老师不对，焦老板路要指示。那我今天给你上一个。我错了。我们首先先认识诺亚干，诺亚干呢，它分为两种，你知道这种叫什么吗？这个叫木头诺亚干，切木头。不，纸饼。纸饼？对。为什么叫纸饼呢？抠饼。这叫枪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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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它这里有个枪的那个。夸张，因为这个是用来装纺车轮的，这个是用来装水滴轮的。哦，那这个叫啥？纺车轮，这个你刚刚都说了。这个叫啥？水滴轮，这基础的东西我肯定懂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叫飞鱼。为什么那四个大字看不见？天宇丁纬，丁纬哈。不好意思。你们可能它叫 T。叫 T 尾，是不是？谁的？三句就是个 T 尾嘛，因为我常用它，所以我知道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德州是不是？国人军句，调句。就是那个。这个啥？你就这样看着说。雷蛙，我认识上次我们钓黑鱼就是用这个雷蛙，雷群雷蛙。这个。亮片。这个。前导线呢？哎呀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还想考我什么？叉八，那个线。母线啊，子线母哎。子线母子。母线吗？子线。母线。子母线。它母线，这个叫子线吧？因为母线很多，子线很少。哦。母线要去牵制子线，对，应该是这个逻辑。看什么水域吧，阴规则而已。木耳，米耳，两个字的开头是 M N。M N M N。诺。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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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诺。你什么普通话呀你？我们的金主爸爸。金主爸爸。给的。我叫了三只猴子。这个叫什么？你别使劲搬。这个叫鱼姐。木鱼器，这个剪鱼剪剪线的剪，别针、铅坨，就是增加重量的饵太轻了，增加重量沉底的，就是大钩，这是铅坨小钩，一铅坨中钩，一铅坨大钩。给你买个新包。大号啊！你还有点好看呢，里面装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可以装啊？我的腰上是吧？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适合放在你的腰上。你看我教你这么多东西，你表示一下吧。那干嘛？什么干嘛？我就单纯想。想什么？试试探讨一下。就你也教我一些知识啊？哪方面的知识？就比如对我刚步入社会的一些忠告吧。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。就打听一点点。好吧。第一，冷漠可以省去80%的烦恼。第二，金钱可以解决99%的问题。第三，朋友越少，日子越好。第四啊，公平都是讲给弱者听的。五，不会吹牛是赚不到钱的。第六呢，你没有本事，谁都会欺负你。第七，善良在有些方面毫无意义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最后一条，社会的本质就是人治人，不要感情的事。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。